欢迎收看又是湾区资讯新闻，我是特派记者 Rita 夏。知名电影导演魏德胜的电影力作 Big 将于4月14日在北加州湾区举办放映。这次放映会是北美台湾电影巡回影展的最后一站，也是由真心爱台湾组织和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共同呈现的精彩活动，目的是进一步促进台湾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认识。 Big 这部电影的创作延展至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疗电影，导演魏德胜的作品更以孩子们天真的视角诉说一个相互扶持、勇敢抵抗病魔的故事。是每个人转移的地方都不一样，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化疗是100%对病人来讲是有效的。真心爱台湾的高专会会长提到，这次的放映会特别之处在于魏德胜导演将会亲自出席，分享制作理念、幕后花絮，并回答观众的提问，让这次放映会成为深刻的艺术交流体验。高专会会长表示，想要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上次，我回台湾跟爸爸的陪礼，我们回台湾都有看到这个《Big》这部电影。那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撼，蛮感动的。那也觉得说这么好、这么优质的电影，希望没有回去的人，在海外的人也能看到。那尤其是有听魏导讲说，其实这个电影，我们都以为说病房是一个。是一个病痛啊悲伤的地方，其实没有，病房是一个最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想活，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对抗这个病魔。很高兴知道他们要来这边巡演，所以我们就一直争取说到我们这里来，那希望湾区的朋友也能看到这一部很好的电影。FAPA 理事何佩珍提到， Big 影片是国语对白，但配有英文字幕，考虑到所有观众的需求。何佩珍也说道，这次就是由 FAPA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跟 Amazing Taiwan 真心爱台湾，我们两个协会主办北加州这两场，这部电影可以传达就是这种 fighting 的生命力的这种精神带来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能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来看，那不管是讲会听得懂华语的，或是不懂华语的，它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希望大家能尽量来观赏。侨教中心主任庄雅淑表示，这部影片不仅述说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还展现了台湾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庄雅淑主任表示，那我想呢，在这个我们整个社会呢非常纷扰，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的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这部影片呢是一个正面的能量，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观看者或者是我们的观众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一个鼓励的效应。所以呢，在这边呢也要鼓励我们的北加州的所有侨界的好朋友一起来观赏这么棒的一个影片，共同来了解这个充满正能量的一个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放映会现场还会提供台湾特色小吃，营造出在台湾逛夜市之后看电影的感觉，唤起大家对故乡的爱。每场放映的座位有限，想要体验这场文化盛宴的观众请尽早购票，详细的场次信息和购票方式请访问屏幕上显示的连结。欢迎大家4月14日2点 San Leandro， 4点 Miopilas， 一定要来看哦。Big 的放映无疑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两场电影分别在台湾基督教会4月14日周日下午2点放映，以及南湾侨教中心4月14日下午4点放映。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电影在北加州湾区的精彩展示。这里是优视湾区资讯新闻，我是 Rita， 感谢您的收看。